尊敬的我们的姑娘，她的名字叫翠翠，青石板路漫漫，春草无烟弄梦茶具，当兄弟俩同时爱上一个姑娘，爱情会有怎样的走向？在神老行走的里端，哥哥天宝带着遗憾，在迈出经商的船上领荡，弟弟罗宋则怀揣愧疚出走。回家的念想，陌上花开，情意缓缓。渡口渡走的时光，却渡不走翠翠的千年一叹。
Yeah.
Mm-hmm.